我们看第三个问题，就是算极限一个，S 平方 S 减一 S 平方减一，这是一个没有化简的分式。同学知道，我们可以把 S 平方减一分解成相减跟相加的乘积。那就是减一，然后把 S 减一的因子消去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分式就可以代入，把一代进去，就是一加一分之一得到二分之一。OK。